你想做什么呀？不过你应该真个了解。我相信咱两个是一点都不要懂。这马上是历劫重生啊！可以当跟你交往前联络的方式吗？居民，妈，真的呀？经过这么多年，我总算是记得你啊！你敢知我后爸我娘想你？无言哦，一定出去出去见见试试。我先甲我的专属导游说多少？你心里行啊，更比震撼你的亲亲妈妈。那是不是刚你真的感冒的天啊？别让我逃过，你得快点我开店啊！我讲，你刚是在跟谁表白？林哥跟丹青的婚姻，只是一场交易，所以我若是真正介意丹青，我完全会当光明正大去追求。我哥安尼一个面傲面度啊，以后不管我要去倒位，拢会先跟你讲一声，好不好？可你阿尊讲，你真正去迄只狐狸正卖甲公公说，算是够有淡薄仔救，若无免想想我会互你好面相看。我你想做什么呀？不过你应该真个了解。我相信咱两个代志一点都不要懂。但即马马上是历劫重生啊！可以当甲你交往前联络的方式吗？居民，妈，真的呀？经过这么多年，我总算是记得你啊！你敢知我后爸我娘想你？可是对了，为阮精英医美集团，我发来福利，为着就是爱你好好利用。把宋丹青压落底，是为着要报鸟车湾，连家己囡仔的生死，当医生，你真正无资格做人了吗？喂，恁林家就是讲一套做一套，你根本素未不分。等下再讲。凭什么你一句话我就跟你做伙做？我就要把所有委屈都吞落去。丹青，咱来走去看婚姻。来呀。联络方式，莫言哦，一定出去出去见见试试。我先甲我的专属导游说多少？查某，这淡薄仔迷信迷信啊，更比震撼伊的亲亲妈妈。